十八章就是流体动力学 Fluid Dynamics。 那首先我们介绍理想的流体，跟流体力学里面动力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连续性方程啊。啊，我们想现在介绍一种流体，它是有规则的流体啊，不是这个随便乱流的啊，它是叫做理想流体。什么叫理想流体呢？啊，那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说，这种流体有不可压缩性，不可以压缩啊，所以它的密度保持一定。还有就是在流动的时候啊，它分子跟分子之间的摩擦或者粘滞力啊，这些我们都忽略而不计啊。那么这个叫理想流体的一个特性。好，那么在理想流体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体流过去的路径里面呢，啊，我们流体里面随便找一个基数，就是找一个体积的基数，它流过去的这个流过的这个路径呢，我们画出来，这个路径叫做流线，叫 line of flow。 啊，一般流体基数在行进中，一般的流体哈，这不是这个理想流体。那这个体积基数在流动的时候啊，它的速度、大小跟方向都可能会有改变，都会有改变啊。这是一般的流体。假如说流体经过某一点的基数都有相同的速度，就速度的大小啊跟方向都不改变，只要经过同一个点啊，不管哪一个基数经过同一个点，那它的速度呢都是一样，这种流体我们就称它是稳定状态 steady state 啊 steady state。 那么就是当然这种流体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理想流体了啊。比如说这个啊，就是我们把这一个当作是流体的基数啊。一般的流体呢，就是说它流过这个地方的基数，等一下一下是这个方向啊，等到这个流过另外一个过来，可能方向就变了，所以它这条线呢并不是一条固定的一条线啊，不是固定的。但是理想流体呢，我们现在讲哈，在这个理想流体里面，到了这个稳定状态，就是啊，凡是经过这些点的流体的基数啊，它的速度都保持一定，就是说经过这一点速度都是这么大，不管哪一个流体的基数经过这一点速度都是这么大啊。那么这个就线，这条线我们就称它叫做流线，流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流体到了稳定状态。好，这是流线。啊，我们看到这个 streamline 啊。啊，一个流体到达稳定状态，到达流线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它一开始是乱流，啊，混流。然后呢就慢慢的啊，它就处于稳定状态。于是啊，经过这一点的速度都是 V1， 不管哪一个基数经过这一点都是 V2， 经过这一点都是 V3 啊，是这样子的。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流线，它的特点就是说你怎么画出来呢啊，就是这个线这一点，就是流体的基数在这一点一定是跟这条它的方向是这条线的切线啊，流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是这条线在这个地方的切线啊，
所以这都是切线的方向 OK 啊，所以在稳定流体中可以绘出一组曲线，线上任意一点的切线方向与该处流体基数的流动方向相同，这一组形态的线我们称它叫做流线。这个时候流体呢，我们就称它叫做流线型流体 streamline flow， 又称为 lamina flow。 lamina flow 就是层流啊，一层一层的啊，一层一层可以分成一层一层的啊，层流。好，流线型的流体呢具有以下的特性，我们这个要记住，经过某一定点的流体基数都有相同的速度啊，到这里都是 V1， 到这里都是 V2， 还有两条流线，任意两条流线不会相交，这个很重要啊，不可能相交，因为相交的时候啊，在交点的地方就可能有两个切线，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个指点啊，这个流体的基数流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它可以是有两个方向啊，那就不对了，它流动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啊。好，这是层流啊，然后这个再过来呢，慢慢的哈，有的它就会变成这个变成乱流啊，在层流跟乱流的当中啊，它有一个变化啊，这个就是过渡期。你看这个本来都是好像是平行的样子，对不对？到这里就乱掉了，到这里就简直是啊在打转啊。好，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层流啊跟阻力有关啊，阻力有关。像这么一个平板往前面推的时候，这个空气啊，或者空气或者水流流到这个地方啊啊，它受这个阻力很大，于是这个外面后面就是一股乱流啊。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物体呢，比这个好一点哈、啊，比这个好一点，它在这个地方不会像那个变动的那么大，不过后面还是有这乱流啊。那也就是说它是50%哈 啊这机会是这个乱流。好，如果后面做尖一点的话啊，让这个空气或者水流能够比较顺一点下来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小一点啊。然后到这个情况呢啊，那就是更好了啊，不过还是有一点啊。所以这个稳流啊跟这个物体的形状啊，就是物体在流体里面，就流体经过物体的时候，这个物体的形状呢会影响到它周围的这个流体的情形哈。好，现在我们看，如果在这个streamline 里面呢，我们画出这么一个轮廓啊，这一条一条都是 streamline 啊，其实没有一个容器是这样，就是我们画出这么一个轮廓啊，这一边那么这个轮廓就好像一个管子一样啊，这边的面积是 A1， 这边的面积呢是 A2 啊 A2， 那么这个管子我们就称它叫做 tube of flow， 叫做流管啊，流管。好，根据流线的这个定义，就两条流线不可能相交，因此啊它这个里头的流体，从这里流进去的流体啊，不可能从这个地方出来，一定全部从这个地方 A2 出去，因为你如果能够从这里出来，这里就可以画一条线啊，那么这条流线不是跟这些线相交了吗？对不对？所以因为它不可能两条流线相交，所以从这边流进去的流体一定全部从这个 A2 这个面流出来啊，流出来。好，那么我们再由这个理想流体，它是不可压缩的，
不可压缩，所以这个地方的密度跟这个地方的密度是一样的啊。所以从这里进去的 dt 秒，从这里进去多少啊，比如说 dt 秒从这里进去多少个质量，那从这一边出来也一定是多少质量啊，因为它这个始终保持这个始终保持一定嘛啊，你不可能进去质量多然后出来的少，那都存在里头啊，那不可能哈。那所以它流进去的多少，流出来的就多少，所以我们就有 dm1 从这里流进去的，从这里流进去的要等于 dm2 从这边流出来的。那 dm1 等于什么呢？它就是密度啊，乘上体积，这是体积，体积呢就等于面接面积乘上它流过的这个啊长度，长度就是 v1 乘 dt 啊，经过这个地方的呢也就是密度乘上 a2 乘上 v2 乘 dt 啊，就是这个地方 OK 好。那么两边都有 rho dt， 都有 rho dt， 我们把 rho dt 约掉，好，我们就得一个很重要的式子哈，在流体动力学里面，好，这个 a1 v1 等于 a2 v2， 就是说这个面上的面，就任何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面上的面积乘上这个流在这个面上的速度要等于另外一个接面的面积乘上流体经过这里的速度啊，或者我们把这个式子啊可以简写成 a 乘 v 等于定值啊， a 乘 v 等于定值 OK 啊。好，那么 av 呢是什么东西呢啊，它就是单位时间流过接面的液体的体积啊，你看这个是体积嘛， a1 v1 dt 是体积嘛，好，那是它被 dt 来除呢，那就是 a1 v1， 所以是单位时间流过接面积的液体体积，这个我们也称它叫做流量啊，流量 OK。好，那么这个式子我们就称它叫这个，或者是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连续方程啊，连续方程 OK。 好，要记得这就是连续方程了哈。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啊，这我们刚刚看到另外一个图，现在是这个图，流线型流体遇到障碍的时候，如果障碍物的表面非常光滑啊，平滑，不会使流体在局部表面产生速率的骤变，这个时候它就会在它的前面，比如说像这个啊，它这都很平滑啊，那么它会在前面跟后面产生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什么，这个点的流体，这里还是有流体啊，不是没有流体啊，静止的啊，这个叫做直流点啊 ，stagnation point 啊，直流点就是说啊，这个流体都在流动，只有前面跟后面有一个区域啊，它流体速度等于零啊，像这个啊，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个速度的一个骤变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平滑的，它当然也有，不过它产生的后面产生的比较大，看到没有啊？比较大，啊，像这个样子的呢，啊，也是有，啊，那这个地方比较小，这个地方就比较大，啊，像这个障碍物是这样子的话呢，啊，那么流线经过它就变成这种形状啊。如果障碍物不平滑，流体流过的时候啊，会引起表面速度的突然的改变，而形成不规则的情况，
啊，这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流过以后啊，这个流线呢、啊、变成一个漩涡状哈、啊，这个叫问流 （turbulent flow）。哎，好，现在我们要看流体力学里面一个非常流体动力学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 equation。我们称它叫做 Bernoulli's equation， 伯努利方程，啊，我们首先看这个是一个流管，啊，刚刚我们介绍过流管，它不是一个管子，它这个周围的轮廓都是流线所构成的，啊，这个流管，啊，这个流管有流体流过去。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流体呢，这个接面是 A1， 这里这边还有流体啊，这个流体给它的 pressure 就是 P1 啊，那么这一块啊，还有它的速度是 V1 啊， V1 经过 t 秒钟 dt 秒它就流过一个距离啊，叫做 V1 dt。那么它所在的地方就是从这个直心啊到这里的距高度，我们称它叫做 Y1， 这个体积呢就是 delta V 啊，就这个体积 delta V， 等等我们会看到有 delta V 出现啊。好，那么这是从这个管子出去的这个基数，好，它的面积接面积 A2， 那这边还有流体啊，这个流体给它的 pressure 是 P2 啊，就是它在这边的这个速度啊，这一端的速度 V2 乘 dt 就是这一块小基数的长度啊，它的位置呢也是它的直心的位置是 Y2。 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块流体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从这里流进去的质量，单位时间的质量要等于这边流出来的质量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块的 dt 秒呢，这一块的质量要等于这一块的质量啊，质量是一样，但是你看它有什么地方改变呢？高度改变了，速度改变了，压力改变了，那这个高度速度跟压力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好，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功能定律啊来看功能定律。好，我们看这个流体本来是这一块啊 A这一块后来流过去以后啊，就变成这一块，因此这一块呢是重叠的啊，重叠的就是说原来是这一块流体，后来变成这一块流体，那么它有变化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啊，从这个地方这一块变成这一块的时候，一定有这个外力在做功嘛，要不然它不会上去嘛，这一块不会上去嘛。所以，啊，这个非保守力做的功，要等于这一块，就是整个这个体积哈，体积，它的动能差，就是说，是后来的这一块的动能。减少起初这一块的动能，叫动能差。然后位能也是一样，这一块的 potential energy 减到这个 potential energy， 就是这两块的位能差啊。功能定律就是这样子。好，现在我们来看，因为 dm1 等于 dm2 啊 ，dm1 等于 dm2， 你看啊，它。这个差呢是这一个地方的动能跟这个地方的动能的差，但是因为它有重叠的一部分
重叠的时候起初有后来也有啊，所以它的差这一块就不算了，因此它的差就变成什么，就是这一块的动能减掉这一块的动能啊，后来的动能减掉这一块的动能，后来的未能减掉这一块的未能啊，当中重叠的部分就都减掉扣掉了啊。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质量相等哦，质量等于什么，这块的 DM1 是等于密度乘上 A1， 这就是它的 A1 啊，乘上 V1 dt， A1 乘 V1 dt 是体积，体积乘密度就等于质量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密度乘上接面积乘长度啊，那就等于 rho dv 啊，整个我们现在啊这两个相等，两个相等，我们把 rho 提啊 rho 提出来，都有 rho 嘛哈，那么 a1 v1 dt 就是体积啊， a2 v2 dt 也是体积啊，这两个体积是一样大，因为密度一样嘛，所以体积一样嘛，所以我们就干脆就用 dv 来代哈，dv 就代表这个量，也代表这个量。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到动能的差，就是这一块动能跟这一块动能的差，这块动能等于什么，二分之一 dm2 然后 v2 平方，这一块呢是二分之一 dm1 v1 平方啊，那现在我们把 dm1 dm2 带进去啊，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然后呢把这一项跟这一项都当作是 dv 的话，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哈啊，动能差就等于这个。好，然后我们再看未能差啊，这里是先看这个，先看非保守力做的功啊，它这块受些什么力呢，有重力，有重力，重力属于保守力啊，那另外呢管壁跟它有摩擦力或者粘滞力，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不算了、啊、就忽略不计啊，所以它只有什么，这里的 pressure 挤压它的力啊，所以它的非保守力啊啊，就是这边的力啊，这边的压力乘上面积，减掉这边的压力乘上面积啊，那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等于 dv 带进去，它就变成这样子的啊。好，然后再看 potential energy change 啊，这一块的 potential energy 是 dm2 gy2， 这一块是 dm1 gy1，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dm1 dm2 等于 rho dv 带进去啊，然后可以把 g rho dv 啊 g 放在里面好了啊， dv 提出来就变成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三个式量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啊，你看这个是 P1 减 P2 乘 dV， 因为大家都有 dV 啊， dV 就消掉了哈， dV 就消掉了 OK 啊，大家都有 dV 嘛，有 dV 嘛，有 dV 消掉就是啊 P1 减 P2 等于 delta K delta 1K， 这个消掉就变成这样啊，这个消掉就变成这样子了。好，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下标是一的把它挪到左边，下标是二的就挪到右边，于是我们可以变成这个式子变成这样子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 Bernoulli's equation，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第一点，随便你找哪一点算第一点啊，第一点的压力加上这个叫做单位体积的动能，因为动能是二分之 mv 平方啊，那 m 被体积来除就是 rho 啊，哈，单位体积的动能，这个是单位体积的位能，就是任意一点压力跟单位体积的动能跟单位体积的位能之和，任意一点之和要相等，那也就是这个要等于常数了啊。所以这个式子和这个式子我们都称它叫做 Bernoulli's equation 哈，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啊。它的意思就是说Bernoulli 方程在稳定的流体中任意位置啊，在任意位置流体的压力跟动能密度，单位体积的动能就是动能密度，跟这个位能密度三者之和是一个定值啊，这一个定值，那这就是 Bernoulli's equation 啊，这非常非常的出名的一个式子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这是要利用 Bernoulli's equation。他说有一个水管从户外通到这个一个住宅里面，啊，它直径原本是2cm， 水压是4×10^5 pascal， 这是 bar 啊，我们也就简单的叫做 bar。进水的速率就是说这一块从门口到屋子里啊，门口就是进水了，屋子里水龙头打开就是出水量了。进水的速度呢是每秒4公尺，然后用一段直径为1公分的水管啊，就外面是直径2公分，到里面就变成1公分变小了啊，然后这个小管子还通到5公尺高的楼上的浴室啊，就说这个管子从外面接进来啊，本来是2公分宽的，直径2公分，现在垂直的有一根管子它只有1公分宽，1公分的直径啊，那这个高度5公分，问浴室内水管的流速啊，水流的速率就是流速了哈，跟水压是多少 ？OK， 你看进去的水压是这个，进去的水流速是这个，这是在2公分直径的管子里面，啊，到1公分的直径管子里面出来呢，啊，那么它高度在5公尺，我们假设这个高度是0，它就比它高个5公尺啊，啊，它直径变小了，问它的，出水量是多少？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已知的条件，通通列出来，这是进水的时候，水管的直径，啊，这是进水的地方，水压是这么大，啊，它进水的速度是每秒4公尺，它的高度是 y0， 然后到里面的水管呢，它的 d2 变成1公分，就是1.0×10^2 meter， 它的高度是这么大，啊，这两个量它不知道，啊，现在要求，好，我们要求这个，我们现在知道 v1， 知道 d1 就知道 a1 了，啊，这个 a2 也知道，那求 v2 我们就用什么连续方程，对不对 ？a1×v1 等于 a2×v2， 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得 v2 等于 a1v1 被 a2 来除，那你就把这些量带进去啊 ，a1
啊 ，A1 这是接面积，它就等于 pi r 平方 ，r 呢就是等于二分之 d 了，这是 d 了，二分之 d 啊，二分之 d 平方就是四分之 d 平方了，所以就是四拍这个啊，然后 A2 也有了啊 ，A2 从这个来算。然后这个 V1 就是四公尺啊，原来在浴室里面的水流啊，流出来的量是每秒有16公尺。好，现在我们看水压是多少？进水的时候是4×10^5，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要用到水压，要用到 P 啊，我们就用 Bernoulli's equation。好，我们要求的是 P2 对不对，我们把其他量都搬过来啊， P2 等于 P1 啊，减掉 Rho V2 减 V1 减到 Rho G Y2 减 Y1 V2 V1 有了， V2 算出来了， V1 也有了啊，还有呢 Y2 Y1 这都有了啊，那我们把它这个带进去啊，带进去啊，就等于这个2.3×10^5 我们知道1.013×10^5叫做一个帕尔斯卡啊，那么我马马虎虎就算是10^5就等于一个帕，那这个就是2.3啊，那一个帕就是一个大气压力啊，一个十的五次方帕就是一个大气压力，所以这个就是2.3大气压。好，我们再看 Bernoulli's equation 它其他的应用啊，其他应用，第一个就是说流体静力学中的帕斯卡定律，它其实是 Bernoulli's equation 的一个特例，一个特例，就是说帕斯卡定律可以从 Bernoulli's equation 里面导出来啊。那现在我们导出来看看，假定这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里面呢就接了什么啊，容器里面呢它就有这个水啊，装了水在里面，这流体是静止的，那我们就取两点，一点是在水面上，这个水面是开口的啊，它上面直接就接到空气，所以它的 pressure P1 就是 PA atmospherical pressure 大气压力，P2 啊，它深度是 Y2， 水面的深跟底的高度是 Y1， 那这个高度差呢就是 H。 好，现在我们又看了，因为这个本努利方程呢要注意，就是它只能用在什么场合呢，就是流线稳态的流体啊，稳态流体我们以前说过，就是你这个流体经过任何一个定点的时候，它的速度保持一个定值啊，啊，那这个速度始终都保持零啊，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啊，也算是一个流体的 special case， 它的一个特例，速度等于零啊，所以可以用这个 Bernoulli's equation。好，那我们就第一点。压力加上动能密度加位能密度等于第二点的压力加上动能密度加上位能密度。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啊 V1 也是零， V2 也是零，因为都不动嘛啊，都不动，所以这两个都是零，都是零， OK。 好，这个压力是 PA， P2 的压力呢我们就令它叫做 P， 就是我们要求的
Y1 是这个 ，Y2 这个哈、啊，于是我们就可以得 P 等于什么呢？等于 PA 加上这个。那 Y1 减 Y2 就 H 了，所以它就是 PA 加上 Rho GH。这就是你看，这不就是 P 等于 PA 加 Rho GH， 这不就是 Pascal's law 吗？对不对？所以 Pascal's law 它是 Bernoulli's equation 里头的一个 Bernoulli's equation 里头的一个特例。嘿，然后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流体力学的应用，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样子的。这里有一个容器，里头装了某一种的液体，啊，某一种液体。好，我们现在在这个底边钻一个小孔，很小哈、啊。我这个画是画的这么大哈、啊，其实这个小孔非常非常的小，啊，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呢？水呢就从这个地方流出来啊，水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OK。好，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 P 了啊，应该就是 P 点，这是 pressure 啊，代表这个地方的 pressure。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啊，它流出来了，我们假定流出来的都呈流线型，就是说它都是一种稳态的一个流体的形状，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Bernoulli's equation 啊 ，Bernoulli's 用 Bernoulli's equation， 它的基本条件就是说，你这个流体必须在稳态啊，哈，所以我们确定它是稳态，然后再用这个式子。现在我们把 P1 等于 P， 这个是 P 了啊 ，Y2。Y1 减 Y2 就是这个了，就是高度就是 H 嘛，啊，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那我们就可以得，可以把 V2 算出来，啊 ，V2 算出来 ，OK， 啊，它就等于啊，等于这个值，这个重组就变成这样子了，啊，这是 V2，OK，、okay? 好。现在我们看，因为我们假设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面积，这个比它要大的很多很多，所以它水啊下降一点点，就是说这个速度很慢，可是到这里的出口速度就很大，可见呢它是什么呢？啊 ，V2 远大于 V1。V2 远大于 V1， 那么从连续性方程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 V1 等于 A2 over A1 乘 V， 那 A1 呢远大于 A2 啊，所以这个值啊，这是一个分数啊，很小的分数啊，啊，所以说 V1 呢。这个速度远比这个速度来的小。好，如果 V1 比 V2 小很多很多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量就可以不算了，因为很大的量很小的量跟很大的量在一起啊，那就可以忽略不计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如果这个容器没有盖子，这个 P 就是 PA 啊 ，P1 是 PA，P2 也是 PA， 那么这样就不是，这个不就是零了吗？对不对？啊，那么 V1 又可以忽略不计，这一项又趋于零，于是我们就得 V2 等于根号2GH。那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流体它的速度是 2GH，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啊 speed of efflux， 叫做外排速度，
啊，外拍速度。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外拍速度，这个速度等于什么呢？这个速度其实就是这个水分子让它做自由落体下降一个 y 公尺高的时候，速度正好是这么大，啊，速度正好这么大 ，OK， 啊，有这种啊巧合在里面。好，那么其实啊，这个式子不见得要你这个孔要开在底下，你开在旁边也是一样，只要这个口跟水面的距离是 h 的话呢，这个式子都可以成立啊。因此，这个式子啊，它就变成一个定理，叫做Torricelli's theorem， 啊，托里切利定律啊，定理 ，OK， 啊，这就是托里切。你看，我们这里这个大水桶有水，然后我们开了好多个孔啊，好多个孔，那好多孔里头排出来的速度啊，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都满足这个关系。当然这个高度跟这个 h 跟这个不一样了啊， OK， 所以它不限于这个桶底的一个洞，桶边的洞也算。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假如啊，这个密闭容器，这是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开口啊。假如它不是开口，是密闭的，而这个里头的 pressure 很大啊 ，pressure， 这个是 p 了哈，不是 rho，pressure 很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带到刚刚那个式子里面去啊。刚刚我们是说 v1 等于零，然后P 是等于 PA， 所以这也等于零，所以 V2 等于根号 2GH。 好，那现在不是，现在是 P 远大于 PA， 那这个时候这个量啊就比这个量大得多了啊，比这个量大得多了，就是这个比它小很多啊，这个也很小，可以忽略。因此就是 V2 平方要等于这个值，于是 V2 就等于这样子的啊。好，那么这个式子很重要的就是说啊，当里头有压力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地方喷出这个液体出来啊。这个我们用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不是看过那种玩具火箭吗？我们拿那个汽水的保特瓶呢，可乐的保特瓶啊，里头充满了空气，然后呢把水加进去，然后让这个水这个空气的压力变大，然后把这个塞子打开的时候啊，它就喷出来，然后这火箭就跑出去了啊。这个力啊 V2 啊，你看这个等于火箭，火箭它没有燃料，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什么？这个火箭仅仅只靠它的推力 thrust 来推啊 ，OK， 推速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质量会改变的系统里面啊 ，thrust 是等于这个。那现在的 thrust 呢？啊，相对速度就是 v2 啊。dm over d2， 那就从这里出来单位时间出来的质量啊，因为它这里喷出来的质量是等于什么密度乘上 v2 乘上接面积，这应该是 a2 了哈，就不过我们就是只有这里开口嘛，就写这个 a 哈，然后 dt 约掉就变成这个啊，所以它的 thrust 就等于这个啊 ，thrust 就等于这个 ，OK。这火箭哈，玩具火箭就是用这个啊，火箭原理就是。